头戴式游戏耳机只要一到夏天就会被爱出汗的玩家们嫌弃，这时候要入耳式游戏耳机就成了香饽饽，但想要找到一款香的实用的并不容易。那今天这个西伯利亚 MG2 Pro 可以了解一下，虽然是入耳式耳机，但它同时集成了专业头戴式耳机的所有功能，可插拔独立麦克风， USB 声卡驱动， 7.1 声道技术全部都安排了，而且价格只需要169。如果你是手机用就可以直接接 3.5 毫米，如果需要电脑就可以连接这个声卡，并且声卡带有独立线控，麦克风音量均可控制，音质方面也很有说法。除了10毫米动圈单元，它还额外配有9.6毫米的震动单元，能辅助动圈单元提升低频质感，游戏音频更逼真。接下来就用上人头麦来测试它的音乐、游戏听感表现，请戴上你的耳机。如何？169的价格，音质、外观、功能都非常不错，作为夏季头戴耳机的替代品，还是很不错的。